栾川位于河南省西部，素有洛阳后花园和洛阳南大门的美誉。险峰峻岭的青山老林里还藏着这样三个秘境之地。五月的温润吹来竹海的青柔风，王府沟的美恰到好处，幽谷飞瀑，绿树浓荫，晴翠是王府竹海给我的深刻感受。藏在大山深处的竹海野生动物园，带你走进亦真亦幻的奇幻森林。除了观看大熊猫的乐趣生活，近距离投喂老虎和黑熊也是一种神奇的体验。山水相映，环境优美，修身养性的清静之地是重渡沟给我的第一印象。这个夏天行走在山林间，聆听鸟语虫鸣，感受着潺潺溪水，看风景如诗似画。